北宋末年，四川峨眉山报国寺，庙像庄严，四大僧众，博士武功盛誉当时。报国寺乃朝廷御封，寺中戒律甚严，僧众稍有违戒，轻者被发代家苦功，或者脱钵苦行，重则则被挑筋断脉，永为废人。至僧觉缘至性师徒二人被发边荒苦修，现已功德圆满，正在回寺途中。山崩的，是啊。这也师兄，你在苦修期间妄言惑众，恕师侄依制行事，请你下殿去采药。快点，快点。
我们陈望南明，孽障日深，终是有劫难逃啊。师兄修为超凡，难道也对祖传的严明四规不满吗？会出现这种邪魔。
师叔。就是你啊。啊，师叔，师叔已向以慈悲为怀，五度为志，你就云游去吧。哈哈哈哈，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好。喂，师叔，外边的僧众听着。师叔，我打扮打扮就出来了。你小心点啊，别让他跑了。啊，红姐过来。猴子，是猴子，刑天上人逃跑了。啊，是你呀、啊！好小子，袈裟送来了，多年的交情没有白交啊！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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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追来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你们都来了。哎，啊，哎，九月，我走了之后。你一定好好照顾这孩子，特别是智信，他天生佛性深厚，内心又充满了情爱，如果教诲不善的话，将来会有一场更大的劫难呢。是，师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教诲。那边，那边，师叔，你快走啊！啊。前四长老中，无论是佛事或武功上，你都是修为最高的。小弟自认无能，甘愿束手就擒。普禅师兄，普禅师兄，你千万不要放走刑天。刑天师姐，大道如天，各行一别，你快走吧。普禅上人，你身为达摩院首座，竟然违逆祖训，伙同风僧行癫，劫持方丈，图谋不轨，罪应挑筋断脉，永为废人，你认罪吗？此事与他人无关，罪应在我一人。慧觉，弟子在，礼佛行戒，遵法旨。慢，此事实在误会。方丈，你一向严守法规，今日忽然不顾师祖遗训，不理清规戒律，一味殉情袒护，是何道理？师叔，你。明古为辅，快去抓！是是，站住！请听我说一句话：出家人何惧生命？今日之事，不过是老衲完成行殿在寺中未完成之事而已。但愿各堂首座全寺的弟子能明白老衲之意，为救死而无憾。
醒了。志炫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啊？波波苦心，就是为了使你通过这次磨练，造成正果，回寺后早日受戒。但是，没跟您请安呐，您老人家好啊。嗯，表叔啊，咱们是亲戚，这论情分。少废话。表叔啊，话太重了吧？咱们是自己人。哼，我们亲戚里没有出卖祖宗亲人的奸贼。老贼，我宰了！大人息怒。人气激怒，照着男人不讲道理，咱们可以找女人想办法。报国寺的，打！
都来了，快！Yeah.
金兵这么残忍，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？不要紧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刚才打金兵的那几招啊，真漂亮，真好啊！哪里？真的？哪里？我照相从不说谎，我佩服小兄弟，能不能教我？啊？这……哦，佛门功夫不能外传，哎，这我知道。不过你这个朋友我一定要交，肯帮人，讲义气，哎，值得交啊。小兄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，小兄弟是条汉子，值得交。啊，对不起。小兄弟，给你，拿着，拿着。小兄弟，老师傅后会有期。怎么办？你惹了金兵，违反戒律。如果让戒律院知道了，算是一场大祸。还有，你瞒着师父，违反戒律院的规定，偷学刑天上人的功夫，这是要被挑筋断脉，变成废人。难道你没看见苦禅上人的惨状吗？志清，别难过了，谁要你受伤和指金兵的事，不让方丈和苦行上人知道，这样也许能免过一场灾难。平时对你的一片忠心，您就饶恕他们吧。嘿，这趟消食如果不能如期上交大金皇帝，博士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亲王，我倒有一个如期上交消食的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报国寺的和尚一再出面干事，恐怕我们晋川的秘密他们早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不如趁早。好，我要火烧李家村，血屠报国寺。波苦修途经李家村，遇见金兵残杀老百姓，我才动手。修道若智，当念往劫，你舍本逐末，忘起爱憎，你竟然在外惹起争斗，知道罪孽有多重吗？弟子有违教诲，请首座赐罚。
善哉，善哉。按律当重责30戒棍。少当师兄，知县犯戒，皆弟子不教之过。顾念知县身体受伤，恳求首座法外开恩。弟子愿代替知县领受杖责。师父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慧觉，弟子在。礼佛行戒。出家人戒嗔戒痴，万事以报四为重。啊，方丈，怕咱们不便收留吧？您就发发慈悲吧。况且外敌侵犯，以前曾经有两次惹怒金兵，万一再惹怒了金兵，招来毁寺之祸，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方丈，以保四为重，保四为重，保四为重。方丈，佛门弟子慈悲为怀，普度为重，普度。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金兵一将来到寺外了。亲王光临敝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老秃驴，你是明知故问呢，还是知道装着不知道啊？这明明窝藏叛民，你要怎么解释？善哉，普度众生乃是我佛慈悲。哼哼，你们佛门子弟大开杀戒，杀伤我的部属，这也是慈悲吗？哼，跪下，统统给我跪下。
天念经拜佛，连跪下都不懂吗？和尚佛法精湛，坚忍持正，与外界横逆之来全不动心。就跟咱们结个善缘吧。岂可轻举妄动？善缘还成善果，请施主率众退出本寺，就算广结善缘。鄙人身为大金国师，率众离开寺院倒也不是一件难事，只是鄙人也得向大金亲王有个交代。这施主，但不知施主有何需求，不妨说出来听听吧。说起来嘛，倒也是件小事，只要贵寺将寺产自流井捐献给大金国，全院众僧遗忘大金国重建寺院。阿弥陀佛，报国寺乃大宋基业，恕难应允。哼，好，方丈不肯接这个善缘，那本人只好退居世外了。下去。
方殿下。哎，那回在李家村就是那个小秃驴。哎，好、啊，哎，进来。哎you
小施主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快点！不，小兄弟，快点！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忍着点，忍着点。怎么样？他伤得重不重啊？伤得怎么样？重不重啊？很重啊。谢谢大师了，施主，请不必客气。小兄弟，大师，军情紧急，病人马上要走，向儿行动不便，想请大师暂时照顾一下，未知大师方便吗？佛门慈悲，贫僧一定尽力照顾他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谢谢了。醒了，师父，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。秀萍，您留下，好好照顾向儿。小兄弟，大师，小兄弟，后会有期。此本寺遭逢大难，幸亏智信驱走外魔，使本寺得以幸存，以四力应升为比丘僧，上御赐袈裟一袭。阿弥陀佛，这也是佛祖的慈悲，列祖列宗的语音。智信，过来拜过佛祖。弟子遵命。卢蠢，请首座教诲。你未得方丈和达摩堂许可，擅自偷练外门功夫，一世武功，在外惹是生非，给本寺带来无妄之灾，你认罪吗？弟子认罪。一律严惩，巧筋断脉，废除武功。智性是自幼出家的本寺弟子，一向坚忍持正，况且护寺有功，虽然一时把持不定，受外魔引诱，习练旁门外道功夫，但是他也有悔过之意，以老衲之见，命他在戒律寺面壁三年，潜心思过也就是了。智性固然一人挽救了全寺，全寺之祸不也是他一人招来的吗？难道方丈也要改变列祖列宗的仪法吗？方丈，国有国法，寺有寺规，要是赦免了智信的罪过，
天下势必说本寺护短，但众门户不讲是非，只讲武功，不顾律法，我们不能因为置信一个人而毁了本寺的清誉。清誉令名的保存在于事事按律惩处，不能因为一时的权宜而毁了本寺百年的清誉。大家明白老衲这样对他，也是为了执行列祖列宗的遗训。车众，就请执行戒律吧。会决，会灭，会征，会祀。弟子的。礼佛行戒。礼佛行戒。Run up!
处，你带队走。走。不讲理了！你这个臭和尚，为什么要抓知青回寺？善哉善哉，老僧上分是非，岂是拘泥陈年旧规之人？老僧已到多时，若要动手，就不等到此时了。啊，小的鲁莽，得罪大师，得罪了。小施主免礼，慧觉率领戒律院弟子向这儿追来，你快带着知青他们走。多谢大师。执信，执信，你们快走啊，走啊！不，师叔祖，报国寺上至方丈，下至恩师，人人对弟子恩义深重，弟子不孝，请带弟子回寺，弟子甘愿受罚。执信，佛门广大，何处不能容身？只要明心见性。何须依恋区区一报国寺？凡是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戒律院四面追捕，你绝不能回去。不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去看我师父。你师父已经圆寂。执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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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执行。师父，我要看我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叔祖，带我回去，不能回去，带我回去，师叔祖，我要回去，师叔祖，志新。你不能回去，你回去会死的。不能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回去！放开我！有心病啊，心病来了，心病来了，咱们快走，快走，咱们先把心病引开，回去再带他走，快点，快！决地三尺，要抓他回来。
我罪孽深重。师父，师父，志兴，志兴。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啊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哎，他醒了。小和尚跟你非亲非故，把他藏起来有什么好处啊？明人不吃眼前亏，把他交出来，说不定我们大人还会赏你呢。哼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家本来的祖宗三代都会骂你不孝啊。好心劝你，你还不听。你个老家伙，你个老王八蛋，死在眼前啊。说，小贼出在哪儿？老贼，我再说一遍，不交出小贼出，我就杀了你！你们这些奸贼，侵犯我们江山，屠杀百姓，惨无人道，连个出家人都不肯放过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怕死了！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大叔。
全都摸透了，怪不得王爷那么喜欢你啊。感觉看起来呀，这次你不但是会有重赏，而且还要升官呢、啊哦、全仗总管栽培啦。嗯，是啊，赶明儿还有什么新花样啊、哦、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、嗯小心告辞了。这些娘们不错。小子。
金瓶，宰杀大半。豺狼不如的东西，来吧！我去呀！下命令吧，哎，杀了这个贼徒！又是霹雳火，骑马，快点走吧。